甘城社区发展协会在浩客艺术村馆开设了赖贴图的制作课程，邀请到数位讲师卢轩如前来授课，指导学员取景、拍摄以及照片的合成，制作出专属于个人并且富有客家意象的赖贴图，带动乡民一起用数位成果来介绍行销吉安。而报名资讯才短短开放两天，20位学员的名额就被秒杀而满。讲师一边介绍教学简报，一边指导学员操作手机。这是日前甘城社区发展协会首次和吉安乡公所合作，来到浩客艺术村所办理的赖贴图制作课程。除了希望让长者们熟悉手机的基本操作，也认识到除了打电话玩游戏之外，还能有更多元的用途。而课程报名资讯才开放短短两天，20位学员的名额就被秒杀而满。活动当天更是直接来了27人，获得社区民众的热烈响应。谢谢我们甘城社区发展协会为我们开启的网络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研习活动。那我们吉安乡公所希望呢，能够更有多元的展现给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在浩客艺术村里面，天天有精彩，日日有惊奇，月月有不同的研习活动在延伸哦。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呢关注我们吉安乡公所官方 LINE 的网站，来学习我们哦，这个所有成长跟了解我们的吉安。授课老师卢轩如也指导学员在现场取景、拍摄与照片合成，融入吉安的地方特色，制作出专属于个人并富有客家意象的 LINE 贴图，希望能借由活动的办理，带动乡亲一起透过数位成果，将吉安给推广出去。记者徐立勤，吉安乡报道。